第一题，下列何者不是省力的杠杆？如果我们单纯用上课老师教过我们背下来的话，我们知道 A 的所谓的开罐器、 C 的裁纸刀、 猪 的拔钉器都是省力的杠杆，而如果我们要再仔细的研究一下的话，我们看到 B 选项中它的右手这个箭头所指的地方是所谓的施力点，那么底下这个扫把扫的地方呢是所谓的抗力点，那么它的左手这边压的地方是所谓的支点，所以我们就发现它的施力臂呢是小于抗力臂的，所以根据我们所学，施力臂乘以施力等于抗力臂乘以抗力，施力臂如果比较小，施力就要比较大，所以它就会是一个费力的工具。所以呢，第一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不是省力的杠杆？我们呢答案呢选的是 B， 扫把，扫把是一个费力的杠杆。